就是我们今天辛苦一天的这个晚餐。还好我们刚三个都聪明，真的，我们没有被分化，我们团结在一起。就算我们眼睛闭在一起，心还是连在一起。这要特别介绍一下六福村的这个非洲在地风味套餐，这跟你有关系吧？是吧？目前这样子闻，因为这整个餐厅都有一个很独特的香味。香味，那就是一个香料味。哦，香料，非洲会出现的一个味道。非洲人非常很会用香料，很会用香料，在食材里面是吗？食材，我们煮饭都以香料为主，跟印度很像。哦，了解，很多印度的文化是吗？在因为早期非洲印度有在交流。哦，了解。对啊，然后哇，一直在。咽口水，我们要试试看三色饼，看它个是什么，试试看。哎，它饼是软的，感觉是黄色是咖喱，咖喱，我这边应该是咖喱，试试看。它的口味都跟咖喱很像，咖喱，而且我觉得主餐点饼是对的，哇，饼超搭。可你不觉得每一个都有那种咖喱风味？对，那就是非洲香料，就是跟印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马吉锅是配合那个非洲饼一起吃的。非洲饼是这个，那这是牛肉锅。反正这个非洲饼沾这个酱，这也是咖喱味。这个啊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个好像是水拌的。这是水拌？左 XO 那个吗？对，因为它有干贝跟水拌啊，然后左 XO 酱，这个是 XO 酱没错。这一条感觉上是 XO 酱。就是你看过的水拌是长这样的吗？我没有看过长这样，是吗？形状上好像没有看过这样。它比较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客家特色，你试试看这是不是水拌？它是水拌。水拌，贵，好一种贵。对，水拌就是贵。是水拌，嗯，对，水拌的意思，对。但我觉得这咖喱牛，真好吃，就很好吃。那南非有南非的饼都是厚的吗？其实南非的饼会比较偏印度饼嘛，就那个薄片嘛，对对对，印度或者是就是一个面包。南非的印度人有做一道菜，就是一整个面包挖空，把干贝。哦，对，把干贝也很好吃。嗯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先感觉就是体验一下各行各业辛苦。你以前没这样做过哦？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，没做过这么深入的体验没有。没有洗过300瓶的鱼翅，完全没有，而且还是这么多人分工的状况下，就感觉到疲累，真的蛮累的。我今天早上那个老板说，他2个月就洗一次，然后已经3年了。我每一次总会觉得。应该找不到比这一次更累的工作，但是每一次下一次我们录影就是会比上一次更累，就会放出新高度一样。对，哇，那洗鱼子也真的是够呛。还有仙草，我觉得仙草卖那么便宜，好，到底对还不对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蛮傻眼的。今天经过这个，我们自己这样了解一杯仙草茶的整个前置过程，就觉得工序太复杂。对，就不要以为说是。种这种好像比较便宜的农作物，好像就好像比较省事，并没有。我们看过蛮多农作物，最近短时间我们看过蛮多，它算辛苦的哦，它算麻烦。它是唯一一个好像机器不能去帮忙的一个果树也不行。那我就是说，果树是高经济价值。啊，对。它一颗梨子可能就几百块。对啊。那你几百块，你可以买几捆仙草。对。但付出的劳力，我觉得不会亚于是，我觉得都辛苦，都各有各自的辛苦面。哎，楼中楼哎，是什么？厕所，这是我们房间吗？独立的厕所，哎呦，这就是我们房间吗？这是你们其中一个人今晚的房间。一个人住不用那么好，真的不用，我们不用住那么好哎。我们可以坐吗？对不起。
哦，不可以做吗？哦，不可以做吗？啊，连做都不行，太过分了嘛！刷了整天鱼池干嘛干嘛的，不让人家做。福利挑战很简单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六福庄嘛，嗯，对，动物园嘛，对，有可爱的动物，是，待会呢就来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动物权。动物权，我们现在有三个级别的房间，对，所以有钻石房、肯雅房跟刚果房，都是非常棒的房间，嗯，但是第一名可以住在钻石房，第二名肯雅房。第三名是刚果房。我们现在动物的权呢，要你们自己抽了之后，一个人想一个权的正确的动作笔法。好，好，来，我先抽。来，来，你们选了之后，待会动作。这个怎么说？虎啊，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请做大可爱啊！所以这个大哥里面，这不就这样吗？虎猛啊，虎猛啊，你的人。胡蒙啊，胡蒙，我就孟加拉，孟加拉，好不好？就老虎，老虎了，老虎了，这样，老虎啊，老虎。老虎，老虎。所以我是红鹤，红鹤，这可能要单脚了。红鹤吧，红鹤，红鹤 ，OK， 红鹤，红鹤就这样。你们先猜选胡蒙啊，胡蒙。种子就是，所以输的那个最少是住最少第二名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吧？对对对。哇，猜拳最少第二名，赢的就最少第二名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哎呦你赢嘞！哎呦终于赢了，你赢嘞！哇，我改运了，再改运了。对，要选他有剪刀石头布，我赢嘞！哇，怎么回事？剪刀石头布，然后说布，然后说布。来喽！哦，五六七八，哇，老虎，老虎啊，老虎！哎，换我啊，对吧？对，再一遍。那你先，好，我先。丑一，我丑一。那我先啊。老虎，老虎啊！哎呀，你干五六七八啊！你这样子，我怎么可能跟得上？我刚眼睛愣了一下，我想说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帮你们数五六七八了。我数，我数啊。啊，对对对。五六七八，红啊，老虎！好，所以我跟肯泰要 PK， 对不对？是大哥跟二哥之间。好，我帮你们数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帮你数，五六七八，老虎啊，老虎！我以为你们，我以为你们出虎猛，我只记得老虎。OK， 好烂，你只记得老虎，我刚只记得老虎，没有老虎。哇，肯泰先赢了，让洪正追加一次了，洪正挑战一次，洪正挑战肯纳，你挑战的话，你就升到第二。然后你就他已经第一嘛，可是那这样你就第三嘞，没差了，不行啦，我有个角落窝就好了，真的。你们再玩一次，人再玩一次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来我数哦，好，要想好哦，五六七八，红鹤，那怎么办？冠军你们就自己决定好了，说明你随便你们想，你们两个哪一局就是，我也是都可以，你们两个最后一拳决定冠军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最后一最后一拳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布。好了，开始哦，来了，五六七八，老虎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。今天默契太好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没办法，我们三个真的默契太好，革命过得不太一样。所以不然就这样，我们选最好的房间，然后我们一起住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如果它够大的话，那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我们分不出胜负啊。然后我们三个又表现这么好，哎，洪正这个今天你可是豁出去了，在那边跟我们跳舞，为什么完全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这个脚的问题，是吧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三个可以一起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吧？现在这都独立的嘛，都还好，还 OK 啊。哦，我上次跟谢坤达的经验没有那么好。我跟他聊天聊一聊聊一聊，说坤达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什么什么，他说对对对，那个什么什么，我坤达，我再跟你讲一次，那个什么什么，坤达，坤达，睡在一起的一个要诀，赶快先睡，先刷，先睡先赢，所以等一下赶快去抢，可以吗？我们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，好，那今天就晚安喽，耶，好，明天继续加油，晚安，乌龙啊。是我们的房间，哦，不错哦，借了一张床，没有，怎么可能借一张床？我们三个挤一起哦，有事吗？然后楼中楼了，看我可以看一下楼中，哎呦，我们楼上有希望哦，哎呦，可那可以哦，总共有三张床啊。不是，重点是我们还不能睡，还不能睡，我们要背这个，我还有大概念一下，我们看这是什么？还要我们干嘛？什么？认识犀牛？
15分钟，然后唤起好奇心。犀牛是国际上被保护的保育类动物，数量不多，请大家好好珍惜。这种背啊，没办法，那么多，还有耳朵、眼睛，都是它的特色。还是我们要分工，一人背一页。我觉得我们先洗澡。喂，我会不会先洗澡？对啊，身上都是余味，别人再说啊。我觉得我们就把它当拍戏速读剧本，对对对，只能这样的。明天演，理解意思，然后演一个，照自己的语言说。对，明天演一个那个动物保育员就对了。OK OK， 导览员。那我们先去洗澡，该休息了。好的，真的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你先洗，你先洗了。辛苦辛苦了，哇，这里真美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很可以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